奉主的名崇拜，现在开始，请听宣召载诗篇九篇一到二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全体静坐，低头同唱，主在圣殿中。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创造天与地的主啊，天地由你而来，宇宙由你开始，万物都是你手所造的。今天我们每个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匍匐在你的面前，诚心来敬拜你，来尊崇你。主啊，你不只是世界万有的主宰，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心愿尊主伟大，我们一生愿交由圣灵来管理。感谢主，你的十字架救赎之恩，没有你的拯救，我们今天也不能站在这里。求主让我们用生命来彰显你的救赎之恩，接受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也为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来感谢神。耶和华，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软弱污秽在你面前无可躲藏。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主啊，感谢你，你一路伴我们走过人生的岁月，我们人生的机遇都在你的掌管中，在我们起起落落的人生中，你慈爱的双手都没离开过我们。在困难中，你要我们忍耐；在失败中，你要我们不上当。愿神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看人，也不看环境，让我们只定睛仰望你，赐我们有智慧，有能力去改变所能改变的，有信心去接受所不能改变的。感谢神带领蔡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带着神的话与我们一起分享及勉励。求神今天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大家求你平安。感谢神又在这样一个美好清晨把我们带到神的殿中。昨天也感谢神让我们经历了这个从狂风暴雨到这个雨后天晴的一整天，就像我们平时的人生也会有度过的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很应景我们今天这第一首诗歌。我们人生呢都会有狂风暴雨，总是会有难处低谷，但是主的恩典却其实是一直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直同在的。也呢，求主呢是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个爱的路程里呢可以奔跑不放弃。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第一首诗歌《奔跑不放弃》。
常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谁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主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我的名，我跟谁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主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至真至情的苦处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谁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大家请坐。我们每一天耳边可能都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真的求主让我们学会分辨，让我们一生只听随主声音，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求耳听我主声音。我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人民的主宰，我一生只听谁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我要轻轻听，我要求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谁主声音。你是大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感谢主。以下是奉献的时间。万物都是从上帝而来，圣经教导信主的人要全部奉献，这包括身体、灵魂及个人一切所有的。
我们在崇拜中把金钱献上，作为信主的人对主爱的回应，捐给教会发展圣公之愿。因此，没有信主的朋友不愿奉献。在疫情期间，奉献询问以下方式：参加网络崇拜的弟兄姐妹，愿依transfer奉献，将奉献支票邮寄至教堂；参加实体崇拜的弟兄姐妹，将奉献放入门口的奉献箱里。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准备奉献。如果你已经奉献完毕，请在座位上默祷。大家起立，献礼文。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初衷而来的献给主。大家请坐。主内平安，很高兴咱们又能够见面，特别欢迎蔡牧师和蔡师母又在我们当中。好，正在我们说的时候，你看我们那个新朋友来了，伊娃是吧？啊，欢迎你。也欢迎你爸爸妈妈，对对，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对，还有后面有一位阿姨，我不是有印象，是第一次来吗？就是哈里森后面这位。哦，哎呦，我这个开始年纪变大了，开始有点。上个星期说是我脑短路是吧？刘说到零了，今天这次的。这个昨天大家都有一个很欢乐的时光哈，我们昨天真是又一次可能上帝也是急着这个机会要教我们还要重温那段经文，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是吧，我们只要将一切都交托给神就好了。出门的时候狂风暴雨，但是当我们要聚会的时候是吧，天气多好啊，特别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晴空万里。哎呀，这个感谢神，感谢神。那么今天呢，希望下一次的时候哈，我们下次准备计初步计划是十月份，我们应该会有一次外出看看枫叶的这个时间啊。希望下一次啊，书明咱们也一起来，好不好？对对对对，这个没有去的，我们都一起去哈。伊娃，到时候也希望你也能够带父母跟我们一起。我们昨天去到外面去搞了一个活动，啊，对，挺好玩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对。好，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把今天的这一周的经句我们一起来读两遍好吧。这是经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一起来读两遍。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真是有大大的恩典。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学习，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平安、有喜乐。特别是昨天我们国语堂众弟兄姐妹朋友去那么远的一个地方，我们刚开始忧虑，我们不知道天气是不是一直是狂风暴雨，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让我们在一起
度过了美好的几个小时的时光，让我们彼此能够更多的认识，而且能够更加的来急着看到你所创造的大自然，创造的各样的事物，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愿意你继续带领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这个一辈子的生活，就像我们开车出门走路，就是人生就是一个道路我们到道路当中有风雨路上有坑，我们也遇到一些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但是因为有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得到从你来的智慧，从你来的帮助。我们愿意依靠你，我们愿意把心中各样的重担都放下，单单的来仰望你。上帝啊，我们今天又能够回到你的圣殿，在这里聚会，我们也纪念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够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愿你都能够也祝福他们，保守他们无论他们在做什么，无论他们在哪里，愿你都与他们同在我们真是要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会，赐给我们有机会来互相认识，赐给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你，最重要是认识你，认识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亲自的保守引领，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道理，更多的时候来更加坚定的奔跑前面的道路。我们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是读经时间今天的经课是新约马太福音15章21至28节请听我读。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下掉下来的碎渣啊。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是神的话语，愿诸位铭记在心。蔡牧师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真是很高兴他又能够来我们当中为我们传扬上帝的话语。蔡牧师今天要讲的正道的主题是主所称赞的信心，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牧师。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的敬拜我们的神。我今天来的时候在上面呢碰到韩牧师，他说你为什么年轻呢？我说师母说我太老了，所以就把那个胡子都挂掉，所以希望大家呢还认得出是我来，但是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刚才我们念过的，就是短短的7节的经文。但是在这7节的经文里面呢，很有可能当你念的时候，你发觉好像跟我们认识的那一位主耶稣好像不一样的，一样的，为什么呢？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啊、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我们一起的学习，特别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学什么呢？就是学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很好很大的信心，因为主耶稣最后的时候说，这个妇人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他是被主所称赞的信心。好了，在这今天里面呢，我的发觉很多事了，我们都没办法控制的，是不是？我可以说了，就是刚刚在过往的两个礼拜、两周之内，我可以说是我们看到的是水深火热，是不是？我们看到人时候心里面就很可怕，也很痛，因为看到很多人就受这个灾难的当中人的苦了。好像我们在我们的国中国，我们看到很多省份，因为那个台风的缘故，那个水啊，洪水来到了，很多家人，很多差不多十多万的人失去他们的家园，现在还在重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多么的可怕。这一个已经我们中国已经看到已经慢慢发展起来繁荣的国家，大家就在平安的这个国家里面，突然这个灾害可以来的，没有人能够控制的。好了，我们就刚刚过去几天的，就在这个夏威夷，大家也知道那个Maui这个岛，这个岛我都以前有机会去过啊，很美的地方，是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希望到这个地方里面去旅行、去度假。为什么呢？真的很风景很美丽，坐在这个岛上面住，你会发觉十分的 relax， 很安舒啊，没有压力啊，多么好，生活的多么的美理想。但是突然那个火灾就来了，几天之内就把整个岛上面的所有房屋都有完全的烧毁。你看到什么是平安，什么是安全，什么是保障？我告诉你，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能够给我们平安的，唯一我们在主里面能够达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地方生活，我们很高兴，很感谢主。为什么呢？没有太大的什么的政治的压力，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的当中里面不理想。什么？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天气啊还是很好，水啊很干净，什么都很好。但是不一定，我们英语说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不要以为这个就是你可以拥有的。为什么呢？有一天突然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了。那好像我们今天看这个女人这个妇人，我们就看到了同一样她面对的一个怎么情况呢？刚才我们念的是从那个马太福音十五章里面我们念出来，但是同一件事在我们的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都有记载的。特别两个经文里面呢，你就发觉了，在马可特别描述这个妇人的身份更加清楚。那在马可我们先看那个马太十五章，他当中里面说了，耶稣离开那里，什么这个地方是在哪呢？那要是你看那个圣经，我们一定要是要看上文下理。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看前一点的时候，在十四章最后的时候就说到，耶稣在那个加尼撒拉当中的那个地方，跟这些犹太那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又跟他辩论，跟耶稣辩论，然后耶稣就教导他们一段的话。然后呢，就从哪个地方？所以十五章二十一节就开始了，他就离开了。那我们知道，这加利撒拉了是在那个加利利湖较为比较北方面的地方。从哪边再往北去，
然后再往北跟西面那边呢，就是那个大海了，就是大海。那个大海里面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城市，特别有两个常常在圣经里面呢一提的时候，都说这两个城市，是两个就是推罗跟西顿，推罗西顿。这两个地方为什么常常提出来呢？因为这两个城市，特别是西顿呢，它就是在那个海，是个海港。我们又是从香港来的，知道为什么香港那么发展的那么繁荣啊？因为是一个水深，全年没有结冰的一个海港，所以当时有很多大船的都去来的时候，就派在那个香港的地方。同样，这个西顿呢，就是一个美好的海港，所以当时候很多人经商啊，这个贸易的时候，他们又找那个海港的时候，就是西顿。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繁荣，经济非常的好的，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像巴劳住的地方，都是城市人呢，都是很繁荣的。还有，当耶稣离开这个加里撒拉的时候，到这个是推罗西顿呢，就是已经是外邦人了。那有几位人，你知道当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敬拜巴力跟那个亚阿斯拉的这些偶像的人呢，他们不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同一位神耶和华，他们所相信的是另外的邪神。好了，耶稣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在马可福音，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就看到耶稣离开起身往这个推罗，又可以翻译为泰尔，那个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就是一个房子，进了一家，然后他不愿意有人知道，却忍不住了，人藏不住了。好了，耶稣又到这个地方，其实他是不是说我又到这个外邦的地方，然后传扬天国的福音？不是，他是特别到这个地方，他特别的不让人知道的。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就找到这个答案了。好了，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呢，有在马太福音说了，就说有一个迦南的妇人，那说他是迦南。那迦南大家就知道了吗？就是当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呢，他死了，然后就交给约书亚继续的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的就是迦南，这个应许之地迦南。他进到那个迦南的时候，这个迦南呢的人呢，他们都是不相信神、背逆神的人，所以这个神呢就要把他们赶出去。好了，他们要赶出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有可能这个迦南的妇人，因为他的上辈先祖是迦南人，他们就往外面去住在这个西顿跟那个推罗的地方了。那我就再看一看那个马可的时候，发觉这个妇人是什么人呢？在二十六章的时候就说，这个妇人是希腊人，他是个希腊人，还有他是属于那个居利腓尼基族的。哈，马太说他是迦南的妇人，但是马可说他是个希腊人。究竟他是一个迦南人呢，还是希腊人呢？他属于那个腓尼基那个居利腓尼基的，就好像我们都是从外面移民来中加拿大，是不是啊？有可能是在中国国内，有可能是台湾，有可能是在其他国家有可能是从香港。我们来到的时候，我们以前都是中国人，是不是？迦南的，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来到加拿大了，然后我们入了那个国际，我们就是那个加拿大人，我们受到整个西方的文化了，我们讲英语了。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他有一个身份，他是属于那个希腊，因为他有这个文化的，
学习了。所以这个妇人不是一个好像这一个一无不知的妇女，不是，她是一个有知识，还有她是有一个经济才相当好的一个妇人，因为她是属于那个旧利腓尼基这个族呢，都是在那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地方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是个很聪明、很有智慧，也有很有当中里面一些的财富的妇女。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他来到一个家，关上门，然后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妇人怎么找到他的了？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找到了。你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在从他的信心里面学了第一点，就是这个锲而不舍的信心，他就不会容易放弃的，锲而不舍的。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了，就在当中里面，他来到找耶稣的时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就喊着说，就好像大叫啊，这样的意思。但是我们要小心的看这个汉的字的时候，我们发觉就是怎么样，就是心思力切的喊叫，就好像我们救命啊，神啊，你救我，帮助我，才大声的喊。还是不是一次，不是说一次已经完了，他是不断的说。你要知道啊，有一个人在外面不断的大声的说的时候，还是重复说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主啊，大卫的，刚才我们的译本很好啊，刚才打出来的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但是通常来翻译的时候，大卫的子孙，就是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他大声的叫，你说一次就已经够了，两次就差不多了，三次已经听得烦了。你要知道啊，又是在屋里面，耶稣坐在里面，但是门徒也在嘛，是不是？所以门徒要做什么？我相信门徒了，他们一定已经叫他好了。我们现在我们的主，我们耶稣还是今天不会见你了，你回去，你先回去了，好不好？还是就告诉他，哎呀，我的主现在不是做这件事了，怎么样？你就不要打扰他了，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门徒会这样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先不看耶稣，然后我们看跳到门徒进前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怎么样？圣经说，这求他说，求耶稣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其实啊，这个翻译是非常的有礼貌，很有，好像很有礼貌，很尊重一样。他说怎么样？但是要是我们小心的看的时候，这个文字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他们来到求耶稣，就是好像诱耶稣，要叫耶稣，我们叫耶稣做这件事，不是好像哎呀，耶稣求求你啦，不是门徒，因为他们已经那个里面的情绪已经出来了，因为这个妇人不听，常常在叫，他们就很厌烦，很想他走，但是他不走，但是就要主耶稣。这个妇人在外面的喊叫，你把他赶出去，赶他走，叫他，好像我们中国人叫他，我不说了，明白吗？起开啊，要他走了。但是你看到，其实这些的取决啊，这要这个妇人他所面对的不但是这些，他就是为什么他还有这个信心在当中里面不走，还是在继续的祈求主耶稣了？因为他有这个锲而不舍的信心是怎么样呢？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他面对困难不容易放弃，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困难，感谢主，但是每一个人都会遇见艰难的，或大或小，但是我告诉你，就算是多小
你都不应该容易的放弃，只要你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第二，我们看到他面对挫败不容易的动摇这个信心，你看到吗？怎么挫败啊？那又是你想一想，他是一个有一些身份的女人，有一些的财富的女人，所以他知道有机会能够打听到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你要知道他不会现在才找方法帮助他的女儿吗？我相信他已经找过很多方法帮助他的女儿了，他的女儿被鬼附得很惨很苦，被鬼附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人呢，就是瘾君子，他是吸毒的人，你看到现在在三藩市 都有很多那个僵尸嘛，对不对？三比啊，他们都 吃了很多那个毒品，你可看到他一个人吸毒啊，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吸毒是全家受害的，所以你发觉这个女儿她被鬼附的时候，她不但是伤害自己，要伤害她的家人，还当中里面很多的我们发觉很不好看见的事情都会 发生的，所以她一定找过很多人帮助她，但是不成功。现在来到耶稣的地方的时候，但是他又没办法能够见到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信心还是没有停下来，还是锲而不舍的。然后我们再看到的时候，就是他虽然面对很多的考验，但是他不改变他的信心。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个妇女一样，当我们面对有困难的时候了，怎么样呢？我们都会求神帮助，主啊，帮助我，求神啊怜悯我。你看到这个妇人在二十三节的时候，他说求神，主啊，大卫的二十二的时候，大卫的子孙怜悯我。但是他说完怎么样呢？耶稣一言不答。不出声，不理睬。我们发觉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次，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耶稣，在经文里面的耶稣跟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主耶稣好像不一样，很陌生。为什么呢？我们这心里面的主耶稣一定很慈爱的，他很怜悯人的，你有需要，当你有需求的时候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个很好的答应帮助，是不是？但是这个妇人不断的喊叫，但是耶稣是一言不答，不发一言。你希望吗？当你有面对难处的时候，你来很多时候我们都祈祷，希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驾驭我们这个困难里面，但是有时候神就有考验我们的信心，他不大。你试过吗？一定试过了，没有试过有机会，你一定会有机会的。为什么？神爱你，他要你的信心成长，所以他就一言不大，让你慢慢的成长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间，还有呢，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主啊，有很奇特的 很奇妙的。为什么呢？当中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所面对的考验，刚才说过受到门徒的拒绝拦阻厌烦她，还有我们看到主耶稣就 好像我说特别写下来，就是看似好像，其实不是，后来我们就知道了，好像他是很冷漠。为什么？你要怎么样要怜悯，求怜悯的时候他不理睬你。第一，他不求不睬，他不理睬、啊、他不理睬。第二就是怎么样呢？第二的时候呢，就是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呢讲了，就是当这个妇人
看见门徒向他祈求的时候，求主耶稣要赶他走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是说什么呢？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哪里去，就是说我来，我先这一次来的时候是特别来到以色列人那些失去的迷失的 羊当中，帮助这些迷失的羊回来，好像说你就不理不管这个迦南的妇女一样，你看见吗？好像这个我们这个族好像有一些不近人情啊，我们说是不近人情，什么？我已经那么惨了，我的女儿那么惨了，但是主好像就说不理不睬，然后呢他就不管。我很喜欢说这个普通话的说不管，因为广东话是不管，就好像管是什么意思？管是好像控制啦，这个管理啊，这个人不是，我们知道不管就是看顾爱顾，这样你不管我了，你就不看顾我吗？这时候看到耶稣就好像不理不管，就不管他，不理他，不管他，这样的这个很伤心啊！你要看看这个妇人，他要面对第一不睬我，第二不管我。弟兄姐妹，你有经历过这些身心的考验吗？有时候我们正在我们的难处当中。面对神的时候，好像呼叫，好像没有回应；等待，好像在那个黑暗的隧道里面，没有看到尽头，没有光能够看得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出去。我们要有人帮助，但是没有人回应。耶稣就是这样，为什么呢？那么冷漠。那么这样无情的一个主吗？好像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是当一个妇人说主啊帮助我，很简单，他就说主啊帮助我，然后主怎么说呢？主就说更加难听的说话，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怎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不好将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说我是谁啊？我是你的女儿儿女，还是你说我是狗啊？啊，很难明白嘛，是不是？好像很难懂。为什么呢？这个是不是有搞错了？经文没有错，没有错。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呢，当主说不好拿饼，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的时候，其实有当中里面的意思了。那这个意思呢，我等一下会解释给大家知道。为什么呢？这句话呢，好像就是一个谚语啊，谚语就是好像当时候说一些句话来代表一些意思的。那这个里面的狗呢？跟另外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又是你记得的时候，也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也讲过，不要把生物给狗，就是狗了，不要把生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掉在猪前，恐怕他舔打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哇，你听到这个时候，为什么想讲了？原来有这个意思的。犹太人呢，他们特别看到外邦人，他们就很看扁他们的，就是说他们就是犬绿，就是狗，就是狗。那所以在第七章里面第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了，其实这个原文的字就是 cousin，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狗呢？就是那个野狗，流浪狗，没有人要的，没有人管的狗，就是空产的，好像那个狼狗啊，那个豺狼一样的狗，这一些的野狗。那这个字是指这一些，所以犹太人说他这些就是很
没有人要的，那个流浪的，没有人管的，都是空场的、野蛮的，这些就是这些外邦人，就是在第七章六节里面说，就这个狗。但是耶稣两个都是他有说过的，但是在第十五章里面说，不要把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的时候，这个狗他所用的狗就这个字就不一样了。这个狗呢是这个原文的字，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叫做 Cunirios 跟 Cusin 两个不一样的字，前面好像一样，都好像是狗，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小狗， baby 宝贝狗，就是我们常常在家里面，很多人会养啊，奇娃娃啊，北京狗啊，你就看到，哎 ，baby， 我 baby，my baby， 是不是？就好像你的儿女一样，多么的宝贵啊！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所说的时候，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你的 baby 狗吃。所以跟那个狗，野狗，那个凶猛的狗，这个不一样的。但是都好像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耶稣说这个话呢？是不是要贬低这个迦南的妇女呢？最主要这一句话里面的含义不是说不给狗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是有优先次序，有优先次序，我们要记住。所以这个妇人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那我们谁知道这个妇人面对的就是她现在有很大的难处，很需要神的恩典，主耶稣的恩典来帮助她的家庭。但是耶稣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恩典是给我们的儿女，就是那个以色列家里面的迷羊。但是这个后来了，我们还会照顾这个其他的，就好像你在家里面，他就当时候的人就是，首先我们吃饭了，吃晚饭，晚饭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做好吃饭，儿女呢都有时候吃饭的不听话，要慢慢的帮助他，但是他不吃，他要你要帮他，但是你还是要首先要把他喂饱，给他先吃，是不是啊？然后呢才喂。你的 baby 狗，你的吉娃娃，你的北京狗，这样才是这个才是给他吃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很聪明的。那等一下我们就再下来的时候，我们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这个妇人为什么他的信心能够被主称赞呢？因为他有一个信靠顺服的心，这个信心。那我们看到三次他说话说过三次，耶稣也大过三次。其实耶稣在这个七节的经文里面，你看到这个妇人说过三次话，然后耶稣也说过三次话。那首先他说了，刚才我们常常看见的，就是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甚苦。但是耶稣一言不答。但是后来了，门徒来到跟耶稣说，把他赶出去。然后耶稣就说什么呢？我们看到 右边就是，我奉差不过是以色列家迷羊的哪里去。然后那你看到我为什么说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妇人说了三次，但是从他三次里面看到他的信心是多么的大。为什么他最后面我们这一点说是 信靠顺服呢？因为你留意他的第一句的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主啊这个字啊，就是当时候好像我们在英语的时候说 Master Lord 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字呢，在那个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来说了，他用这个字呢，有时候就用来代表我们的神，因为神的名字耶和华是太过圣洁，他们不想
叫出来被喂，所以他们就用一个主这个字来代替。所以当这个时候的时候呢，犹太人他们都会说主啊，希腊文是 kurios， 就是可以代表主人，也可以代表我们这个这位神。但是这个妇人呢，我刚才说了，为什么说他是有一些的知识，有一些的认识到这些信仰的，为什么呢？他说主啊，你有可能说啊，他说的是那个主人吗 ？Master 吗？不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后面他有说大卫的子孙，也就是很明显表达出来了。为什么呢？大卫的子孙 ，Son of David， 这个是从旧约在以赛亚、在耶利米、在以西结书里面都有说过。我们看到那个大卫的子孙，就是特别提到这一位以赛亚基督，神有差他来这一位。所以当犹太人他们听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不是说啊，大卫的子孙包括有所罗门吗？是不是 啊然后就好啊，有很多这个犹太的王他们都是大卫的子孙。不是，不是，这个是专有的名词，大卫的子孙就是说到基督。所以这个妇人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其实他说我的神啊，我的基督啊，主啊，基督，因为他来到找到这个进爵的对象。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祷告很洁净，他就这个信心，他不是乱找人帮助的，他是知道这一位耶稣就是他的神主啊，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经文没有打出来，但是我们刚才都念到的经文就是，当门徒说要把他赶出去，耶稣说我奉差不是不过是来到以色列家的时候，这个妇人就怎么样来拜他，拜他。马太用这个拜这个字就是敬拜，敬拜一位神的那个敬拜。在马可的时候就说他是俯伏，就好像对着 王帝 有尊贵的人呢俯伏，用这个字马可。但是马太呢，他特别用的是拜他，是指出这个妇人他是知道耶稣的身份的。还有我们看到当这个妇人面对的时候，他为什么他的信心是大的呢？那最后他说主啊不错，他听到耶稣说不要给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他的祷告我们应该有好好的学。他说什么？主啊不错，他没有辩驳，没有说你为什么这样说我是狗啊，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我那么辛苦来找你，你不帮助已经算了，你还说这个那么难听的话是吗？不是，他说不错，主啊你觉得没有错，你所说的没有错。为什么？他相信神的恩典，他知道好像我刚才说神的恩典首先是给以色列家犹太人，然后才来到其他的狗。所以你看到的时候，这个妇人就说，但是他说，但是狗也吃他主人却直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你就看到这个意思是什么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没错，主你说的没错，我知道，因为现在我的痛苦，我的难处真的很大，我也不期望就是怎么样，就是你马上又不管以色列人，你就是管我，我也不是希望这样，就是我相信神，因为你恩典太个丰厚太大了，就算是你给以色列家的你的儿女，你还会有一些些一点点的会流出来吗？掉下来吗？这个碎渣儿我已经够了，这意思我已经够了，我不贪图你神你怎么为我怎么做的什么大事，就是一点点的恩典已经够了。你说
你知道他怎样讲的时候，耶稣就很心里面很知道这个妇人的信心已经成长了，来到这个地步。所以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叫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你看到吗？他不要求很多，马上又足，等他回家马上又做什么，没有。他知道按着主的意思，顺着主的意思，但是相信神是伟大的，相信神是怜悯的，相信神的恩典是丰厚的，所以足够所有的人需要的。所以这个信心是那么大，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他的信心被主耶稣称赞，是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一些的功课，就是怎么样去顺靠顺服，就是首先我们学他同一样有精准的祷告，所以你的祷告又是有希望能够有力量，能有果效。为什么祷告好像都没有什么呢？属灵操练里面，我们就操练怎么去祷告。这个妇人怎么去祷告呢？很精准的，第一，他是求主怜悯，因为当他求主怜悯的时候，他有个准确的对象，主啊，大卫的子孙，今天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对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来祷告呢？好像已经惯常，我们天上的父父，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就是好像念的已经很惯念出来的，不是，而是我们天上的父啊，父啊，阿爸父啊，你跟他有关系，对准他的，然后呢，他求主帮助，这个 很有力的祷告。彼得在那个海上的时候，主啊，救我。同一样，在诗篇里面有很多诗人都会很快的说，求神出快快的来帮助我，请救我，很直接的。当中里面不需要太多的内容，很直接的感觉的内容就已经够了。最后我们祷告很久了，很多时候其实不是神不答我们，其实神要我们明白他。所以当这个妇人说主啊不错，他的意思就是应凭主的旨意而行。大家记得吗？我们祷告一开始学的时候就学了吗？就是主祷文，是不是？主祷文是怎么样？我们在天上的父都 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愿什么？你的国降临，愿你的什么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不是？又是几个你真的是你的祷告的时候，你就不是说愿我的旨意神你答应我的要求，是不是？不是，而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来首先要救这个以色列家的迷羊，然后照顾好了再会照顾其他的，那个饼就然后就给那个 baby 狗来吃了。所以你看到，是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是找跟这个应许的。所以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就从这个妇人的身上我们学到，就是首先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我们要有一个锲而不舍的信心，我们要经得起考验，跟着来，就是我们要相信，绝对的相信神的当中的怜悯恩典。所以我们这个主呢，不是不跟人情，不是冷漠，不是我们好像经文所记载的另外一个耶稣，不是，而是他特别的让这个妇人的信心能够成长起来，要让他的门徒能够学习到，回到十五章里面他怎么跟这些法利赛人所讲的话，今天就不再讲哪边了。好，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感谢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留下这一些的经文帮助我们明白怎么去跟随你。当我们面对难处，面对很大的人生的挫折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强求，我们只有求神你自己的怜悯，
你的帮助，要按照你的自己的意思而行，就好像我们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被神你自己称赞我们的对你的信心，我们恭敬的感谢主，我们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感谢蔡牧师的证道，真的让我们学习学习这个妇人的信心，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因为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让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真正得到平安。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使我脱罪恶，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使我的平安，唯有主耶稣的宝血。主在十字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洁白如雪，唯有主耶稣的宝血。我救赎我罪人，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使我见真神，唯有主耶稣的宝血。主在十字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洁白如雪，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请大家继续站立，三一颂。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立，领受神而来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同在交通，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再一次谢谢蔡牧师和蔡师母在我们当中。蔡牧师他是启迪心灵牧养创办人以及执行董事，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再见到蔡牧师。好，有几项报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等会儿就11:45到下午的1点呢，就在这里，就在继续在这里，就是由我们的Patrick 弟兄还有他太太 Wendy给我们分享他们巴拿马 Patrick 在这里巴拿马的这个宣教的这个一些体验他们是我们的真是我们的榜样，那个用自己的时间金钱去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他们。好，那么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留下来哈，我们来一起听他们的分享然后呢就是我们继续为我们教会的儿童夏令营祷告，那么这是第二个礼拜了，这个礼拜就从明天开始
啊，当然也是继续的为请大家为我们教会的这个40周年感恩这个事情呢祷告啊，就是分享你的照片啊或者摄影啊。那马上就最重要的事情就来了，那么就是下个礼拜星期天，就是今天这样的时间，崇拜完了以后，在我们教会的停车场有一个社区同乐日啊，欢迎大家不仅自己来，也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啊，最好呢就是先报名，在大堂那里可以报名的啊。啊，那么我知道我们有一帮弟兄呢，就我已经联络了，包括像 Jason 啊 Tony 啊，就是我们星期六的下午就会先回教会这里来做一些准备工作，因为要把那些什么帐篷啊搭起来啊，也是啊，为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希望各样的事情都啊进展的顺利啊，因为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事情。那么最后就是下个礼拜的崇拜呢是联合崇拜啊，同样是10点钟，就在楼下的圣堂，那请大家下礼拜啊准时来，我们就一起来敬拜上帝。好，今天的聚会呢就到这里结束，那么请大家这个默祷片刻，我们就可以散会。